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一些面包之类的，那我开始吃啦。先吃这个南瓜饼，挺大一个的，一拿前闻就是那种特别油、特别香的那种。能听到油滋滋的声音吗？放在那里的南瓜饼都挺好看的，然后他给我拿的都是那种歪瓜裂枣的，就是歪歪扭扭的。刚刚那个应该是靠近南瓜皮削的那一条。它这个饼干特别的脆。妈，装修大队又来了。油油糯糯的，就是吃多了会腻。粘住上牙膛了。这个是糯米糕，特别沉一个，它就是特别重，然后它是按斤称的，我感觉它的性质跟那个切糕差不多。但我感觉切糕应该比它好吃，毕竟俺小时候也买过切糕。这个就是一整块的糯米砖头，然后里面加了有葡萄干，还有核桃、芝麻。我记得好像有一家甜品店也有卖这个的，我以为跟那个差不多。俺没事，俺坚强，俺可以把它吃完。我觉得吃这个真的特别撑。老妹儿，这不是撑，是不咋好吃。这一块要23。这腮帮子都要变大了。这个是超大个的椰蓉面包，真的特别大一个。掰一下。真的是面包脑。上面还有糖浆，里面的椰蓉还是挺多的。
这面包也不干，好吃。这个面包油油润润的，一点都不干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